作胜前作，第二季还没播完，未来30年的 KPI 已经给剧组拟好了。唐朝诡事录二。别的不说，就冲这群正的发邪的体制内男友都不舍得完结。红豆生南国，大唐生男模，我们唐鬼在颜值这方面也是很拿得出手的。真的是一个很神奇的职业，这个职位都有一脉相承的帅，相当于是现在的中级人民法院法官兼刑警大队大队长，真正的能文能武，根正苗红，有一种帅，帅在气质拔群。男主之一的卢凌风，主角团战力担当，每一次出手都又快又狠。马萌一出场就能看出他是个犟种铁好人，眉宇间都写满了正气。深陷县尉姜薇是王一博的前队友，出圈名场面，我们就是民，我们也很亲民，对，没有，我们真的，当然，我们就是民。唐鬼里一改往日的精致妆造，粗布麻衣反而有一种说不出的帅气。唯一画风不一致的，可能是最近出场的索隆，家里有点小势力，有点小中二。你来兴师问罪，你知道自己有罪，你诚心和我作对，不会是攀龙附凤的邪风惯吧？别打，别打了！司马老板卢建辉，别打架，别打架！虽然都是名不见经传的小演员，但是每个人对角色的塑造都十分贴切，被称为《唐鬼二》封神之作的五座之子。一个案件塑造了三个闪光的角色。独孤阳是个不受待见的五座，因为职业特殊性，他受尽排挤，但是依然兢兢业业，在临死之前还背着尸体回家让母亲赴宴。儿当了一辈子的五座，从没出过一次错。儿子这也算没有辜负娘亲传的技艺。老母亲是大唐女仵作，神志失常不清醒，但是一有命案发生就立马回归了仵作的本能，哪怕面对白发人送黑发人的巨大悲痛也能稳住心神，细致勘验。这独孤阳瞬间被刺中，毫无防备当场丧命，凶手请求县令尽快缉拿凶手，替我儿伸冤呐。郭阳的妻子春条看似刻薄轻佻，其实重情重义，她前妻对仵作之职不满，最后却继承了丈夫的遗志，还有那封让无数观众落泪的放弃书，比任何烂俗的感情戏码都令人动容。独孤苍苍而娘子清清，若一子脱诞惊困娘子，独孤不畏，今发春条欢喜歌声，福愿娘子觅得良家，对镜沾眉，玉女生儿，六亲皆欢，独孤无憾。除了催人泪下的，剧里还有一个比较值得玩味的角色，就是印小天饰演的侠盗龙泰，偷东西不成，反过来留给主人银子。我是看你太穷了。现实中被兄弟插刀，剧里也被插刀。小心！不知道是一种巧合还是隐喻，当年印小天当红时期被合作的女演员污蔑打人，原本跟他称兄道弟的杜淳在这个时候却站队女方背刺他，在针对印小天的骂战中还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。之后印小天的事业停滞，之前代言的海澜之家也转而合作了杜淳。更戏剧化的是，当初介绍杜淳和海澜之家认识的正是印小天，而杜淳在多年之后提及此事没有丝毫歉意，反而重申我们不是兄弟，谈不上背刺。那插刀那肯定是要背叛兄弟那才能叫插刀，但是我也不明白为什么在网上我们就成了好兄弟了。好在剧里的龙泰结局也是让观众舒心，用刺向自己的刀插向了刺客，重伤不死，最终涅槃重生，化道成侠。虽然孤身一人，但是前途坦荡，而且唐鬼西行的打戏也是延续了第一部的风采，干脆利落，有来有回，观赏性极佳。最重要的，这部戏的高光不止在主角身上，镜头切到谁，谁就是主角。网友有一句评论的话说的也很好，对于单元剧来说，这些配角才是真正的主角，而主角只是他们人生的过客。我虽非本地县尉，但人命关天，岂有不察之理。
20多年的剧，头一次知道原来观众说的话可以这么有分量。《唐鬼西行》不仅开篇即高能，处处反套路，而且节奏紧凑，剧情丰富。当然最最重要的是观众有话他们是真听啊。在第一部火了之后依然坚持原班人马，导演没问题，你们还想看谁？当时车保罗私家综艺有了热度，大家得知他无戏可拍都向郭导推荐他，最后导演组也真的请来了，瘦长脸型大胡子，适配度简直不要太高。第一部里大家看到刘志阳出演太子，纷纷喊话想看到灵魂摆渡重聚，于是第二季我们的铁三角真的在另一个时空里又相逢了。还有第一部里最扑朔迷离也是最让人意难平的案子，也就是独孤侠叔好心劝学，结果被歹人害死了妻子青红，自己也弄得疯疯癫癫，这一部两位都重新出场，给故事画上了完美的句号，填补了观众心中的遗憾。观众想看什么他们就拍什么，主打一个听人劝吃饱饭。第一部里大家都说看原表准把凶手猜个八九不离十了，那种脸熟的演过好多角色的肯定出场有好多戏份，闭眼猜都能猜到。没想到这一季他们改好了，轮到观众傻眼了，抓耳挠腮愣是猜不着了，看谁都可疑。第一个案子出场的方丈一眼老熟人，凶手就是你，可惜人家是清白的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。这个结果观众接受不了了，方丈肯定憋着大招呢。众所周知，悬疑剧比猜不到凶手更难受的，是明明线索都摆在那儿，还是猜错了。退一万步想，难道凶手就没有可能是方丈易容吗？在剧情安排方面也拒绝了很多影视剧的无用套路，平添了几分喜剧效果。其他剧里被棍子一敲必昏的苏无名被敲，怎么下手这么狠？马将军的汗血宝马性子烈，不让别人骑。如果是其他剧，主角一出手必服服帖帖，但是《唐鬼西行》里面卢凌风却摔了个结实。我可是主角，我只认主人。师弟把师兄绑起来要完成自己的画作，千钧一发的时候本以为主角团会潇洒出手，没想到秦孝白一个花叉，自己的事情自己解决。刺客杀苏无名，第一个飞镖被樱桃挡，立马扔第二个，谁也别想拦着我完成任务。 Double kill。 和女店主赌刀，当你以为主角会化身赌王的时候，这土罗刀子我之前就有所耳闻，早被大唐所禁，本人绝不参与。剧里的主角团不是万能的，有思虑不周的时候，有疏忽大意的时候，有运气不好的时候，也有不得不委曲求全的时候。这些普通人的时刻反而让主角团沉着机智，配合紧密的角色魅力更上一层楼。而且在观剧的紧张刺激之余，还能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。第一部经费有限的情况下，也是在最大程度展现国风美感，将四位名士效仿魏晋之风，人物仿佛是从古画中走出来的。上一部观众看出一点浮化的 bug， 唐朝讲究身体发肤受之父母，女子不戴耳环，到了第二部就全都改掉，非常听劝。而且剧方在停工之后还替观众去协调联播，他们真的我哭死。你觉得唐鬼哪一点都吸引你呢？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哦。那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